乐饼应该算还好。还好。对啊，当然要看乘客。乘客？为什么看乘客？自己开车的时候比较。会碎念。碎念也还好。前面要这样子，这边要转弯，然后等下要那边再右转，然后不然就是，然后他们听就觉得超烦。就说我知道怎么走，不要跟我讲了。可是我又不放心，你知道，就是说我跟你讲，真的走这边比较快。然后今天我们来野餐，所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真的吗？哇！他已经被骂惨了，好可怜了。他就说，下面的人就留言说，眼镜哥必须死。觉得大口。Sorry。原谅他五年没交女朋友。下次走在路上可能会被暗杀。你要公布他的姓，很像在相亲。你没有？没有。连我都去相亲了，你没有相亲过？没有。我说你几岁想结婚？他说三十，但他现在已经39了。好热。真的吗？想回家了。不要，你等一下，我变个东西给你。伞呢？剪刀石头布，他赢了，所以你先。好 ，Sugar， 你聪明。I like my favorite。讲得出来吗？那是你那年纪的歌，不要装，快说。这个是送你的花，谢谢。好多东西呀、啊。我最喜欢米老鼠了，真的耶，酷哎，是项链吗？项链。哇，漂亮哦。就没有跟不认识的人出来约会了，而且是跟粉丝，这是我应该是第一次吧，就跟粉丝有这么长一段时间跟比较亲密一点的互动。像我刚有就躺在他肩膀上啊，然后还有搭肩拍照这些。因为这部车非常适合出游，因为它后面的空间很大。那时候我在坐车，我就想象说啊，如果我去冲浪啊，或者是去那个山上骑脚踏车啊，就后面可以载很多大型的东西，我觉得就超棒，而且坐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我里面也就是试着就是按了它一些功能，然后其实很蛮容易上手的，就是大家辛苦。接到通知的时候真的很意外，也很开心，兴奋的有点睡不着。这部车反应不错，扭力很大，爬山都很 OK， 然后空间上乘坐舒适感也不错，外形很霸气的感觉。今天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，然后也很感谢 FHN 的所有工作人员，还有美丽的周小涵可以陪我度过愉快的一天，谢谢。